同学你好，今天一起来看台湾的宫庙。那我们先前说过，中国在世界14种文明里面是属于全有的世界文明。那么现在呢，台湾更是全有，几乎中国大陆有的台湾通通都有，而且呢世界各地有的台湾也都有。那么在历史上曾经经过的强国呢，都曾经在台湾经营，所以台湾是真正的全有，属于全有的世界文明所在地。以下我们分三段来分享，第一段是信仰的内容，第二段呢是信仰的活动，第三段是我们宗教建筑的主要谈论的内容，它是台湾的宫庙建筑。你好，我们一起来研究。上一段呢，跟你分享到台湾的宫庙，到前面的前半段，第四段呢是第十项是镇南宫，第十一项啊是日月潭，第十二项呢是这个还是在日月潭，第十二段是龙山寺。好，那么接下来呢，来跟你一起研究啊，就是另外的十二项台湾的宫庙。第一项呢，第一项是国父纪念馆，就是拉到我们现实的世界里头来。国父纪念馆呢是王大闳，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大陆的研究生的留学生，他住的呢是本来是一个平顶的五殿，叫做绿顶。这地方在中央东路，在仁爱路之间，后面现在正在新建的大巨蛋。原来这个屋顶呢是四面斜，中央的地方为了要造就进口，而且有这种神庙的感觉，所以把屋顶在这个地方掀起来了。如果是前面的瓷器日本的建筑都是掀起来的，还是用一个这个山墙的方式。这是王大闳建筑师呢的一个创作，他这个地方是平平的把它翻起来，这国父纪念馆，那里面放置的呢是孙中山先生、孙逸仙，他们这楼层有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楼高啊。左右这个动都不动的卫兵，就是站岗的时候，任凭什么人家去逗他，他都不能动啊。那孙中山先生呢，对于中国的贡献，中华民国的贡献呢，非常的大。他是反清推翻满清政府，革命实质革命成功的一位，接受西方教育的基督教徒。不管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在台湾，都一样是被尊崇尊敬。从这个 eye level 看的时候呢，这个国父纪念馆中央是掀起来的，那里面有一个在中正纪念堂还没有盖出来之前，是全台北市最大的表演场所，它是演讲厅，它的是音乐表演，它可以歌剧表演，那里面的声音的这个谱面的配置呢的 section 的配置啊是
是符合光学原理，它不是声学原理，它是用屋顶的材料啊，侧边的材料啊，还有座椅的材料，都可以使里面的声音变得非常的啊，可非常的柔顺，没有必要的那些回音跟声音的重叠。那在这之后呢，有跟我们又更接近的纪念蒋中正先生的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啊，在先前是一个军事基地啊的整个这块基地呢，在中山南路、和平东路，还有罗斯福路，后面是杭州南路包起来的这一块土地呢，那后来台北市都市化以后呢，这个市周围的这个高楼林立啊，他们部队在这个地方像被监控一样，他们是移往郊外去，这是一种政策啊。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呢，建了一个中轴线坠木高台上来的颜色呢是蓝色，蓝色是陵寝的意思。在中国建筑里头，蓝色的屋顶啊，像南京的中山陵屋顶也是蓝色的啊。那么就是说，那个是过世的人的屋顶。那木端上，那么两边呢是一个国家音乐厅，还有一个国家歌剧院。这两个的光学原理啊是不一样的，声学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在造型上也不同啊。这是重檐的府殿，府殿是四面往下斜的，这叫府殿。府殿呢，它因为建筑很高啊，所以都是用重檐是下面一层，上面一层。那国家音乐厅呢，它的 section 不一样，所以它用的屋顶也不一样。这边是歇山，这是歇山，歇山的两个歇山和歇山，然后在一个歇山，两个歇山重叠在一起的，这是杨忠诚建筑师设计的。那么那个王大闳建筑师跟杨卓生先生建筑师啊，都已经过世了。台湾的非常的讲究民主自由，所以呢，这个人们对于这个地方广场这个场所啊，原先好像专门在纪念蒋中正先生，那么后来有民运的人士啊，主张把这个地方改成自由广场。但是现在可能又改回来，就是它是中正纪念堂了、后面这个是中正纪念堂、但是最末端的是中正纪念堂，那有很高的台阶，一直上到最后的那个 landmark 的最后的锦标，那里面呢就是放的是蒋中正先生的雕像。蒋中正雕像呢，他把他的主张的理念呢，伦理民主这个地方没有秀出来，是科学，是伦理民主科学，还是这个伟大的人对后世就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了。那一样的，跟中正纪念堂，因为这是国家级的这个纪念场所，所以都有卫兵驻守，后面有站立的这个标兵，那每到那个固定的时候都要换班，很辛苦啊，站着都一动也不动，换班的时候都有这个军操的表演，跟那个英国的白金宫啊，前面白金汉宫前面的那个卫兵的交接是一样的。那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去做。在阅军的时候是这个民主广场自由广场
很多人坐在这里啊，乘凉看天空，那么看这个景色，特别是在中秋节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很好的拍摄的地点。哦，我们来看这个牌楼，这牌楼啊，就是总统的牌楼，所以呢，它一、二、三、四、五，五个洞，五个洞，这是属于啊皇帝级的啦，总统级的，啊，这个也是复习一下。那里面呢，啊，分两个场所。现在这个呢是音乐厅，音乐厅呢，分成下面一层、中间一层、上面一层，他们都这个剖面都调过的，这个坐在上面的人都可以看到舞台的表演。那么这个是以歌剧厅、歌剧院里面是比较那个叫古典的，因为演的剧啊，当然也有现代剧啊。那可能现代剧像那个林怀民的表演啊，什么都进不了这一个大厅哦，都到地下还有小一点的表演厅。那啊，这边呢，啊，也是每个座位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台上的表演啊。他们啊，这个空间的剖面的安排方式啊，跟音乐厅是不一样的。就介绍到这个地方。那接下来的第15项呢是故宫博物院，这是我们啊蒋中正先生啊从中国大陆撤退的时候交代过来的三样东西里头的很重要的一项。这一项呢是一项是黄金啊，那么再来一项是这个啊故宫博物院，第三项我忘记了哦。那有机会再查一下。那么他在木栅的地方，木栅也是啊，选择比较远一点的深山呢，才有足够的场地可以来做。这是黄宝瑜先生的这个作品。那啊，他原先也有一座庙宇在这个地方啊，那么选择这个地点。其实也有一点道理哈，那本来就就是一个宗教的圣地啊，那么把国家的啊从中国大陆故宫、中国北京故宫搬过来的文物啊，保存在这里，让它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免于这个红卫兵的这个破坏，这也是。天主巧妙的安排啊。那么这个屋顶的颜色是用蓝色接近绿色，就是这个故宫啊，也是放置古时候的东西啊，也是属于啊，属于宝藏啊，属于陵墓之类的啦。那黄宝玉先生所做的啊，黄宝玉先生中正纪念堂、国务纪念馆，还有黄宝瑜做这个，这三位都是叫做总统御用的建筑师。还有一个女生叫做修泽兰，她是叫做中山楼，阳明山的中山楼啊，在这里我们没有介绍她，因为她是开会的场所而已啊，那形不成什么信仰的啊场所。那啊，如果从进口的地方要进来也是先经过牌楼，在一段啊直直的这个两边对称的大道啊，慢慢的往里头走，走到啊尽头，中间的地方呢有这种巴洛克时期的这种阶梯，从两边上到中间，然后再往旁边走，再走到真正的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平台，那故宫博，那么这个呢，这个叫 ground level， 就这个 first level， 哎，这个不一样啊。那么这边呢是办公的场所，这边是文物展示的地方，后面还啊典藏的空间，这个叫做云，是云呢，是啊，以前宫殿的时候，
庙宇的时候要做的那种一个装饰品。然后特别又我们又看到这个牌楼呢又是五间，一二三四五，五间的，这是属于皇帝级的、国家级的，那么才可以帝王级的，所以才可以用五间。那故宫里面收藏的就是历代皇帝的这个放下来的、一存留下来的古物啊，所以这是皇帝的场所，也用了这个五间的的骑楼的牌楼。那里面典藏的文物啊，从古时候到清朝都有。这里面有一些艺术品，要有一些要用石头刻出来，是好像肉一样的。那石头非常有意思，有皮，有肥肉，有瘦肉啊，有什么的合在一起很有名的这个叫做翠玉白菜。然后那个用玉本身也有白也有绿啊，那么正好这个白菜也有这种白菜。那这个是鼎，这是上溯到夏商周的时候的那种铜器，那铜器上面刻的篆字。那么历代的这个艺术品啊都有存下来。那么这是佛教它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像啊。那么它除了这种体的以外呢，还有平面的画、书画，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清明上河图》的放大的样子啊，是描写这个清明时期啊，在上河这个地方，由这个远处、由别处啊，乘着船进来，看到两岸的这个两岸的田庄呀，然后再到市集这个桥啊，是船可以下面穿过的，从河流的这一岸到那边到对岸去。而这个桥上面呢有这个建筑物，有商店，那人呢在这里观赏在这里购物。那么到了对面之后呢，它是皇宫，是宫城呢，是要进入宫城的地方。在末端呢，是真正的到了皇帝避暑的地方。那么前长有这么的长，这里呢其实也没有这个到全部，但是中间的一段而已中间的一段呢，这边到对岸这里是整个都市的中心。那么这边再进去啊，才是到皇帝使用的地方那么都市地方有办公厅设啦，有这个人们做生意的地方，描写的记细迷离了这是绘画很多历代有名的，什么八大山人这个古时候的这个有名的画家石涛还更远的宋朝的时候的几位画家的宋画都有留下来保存的非常的好。但再过来重要的是对于书法的这个典藏。书法呢，这个是张铎写给米会的一幅画，就是说他很喜欢米会的字。好，那么书画我们在另外一个章节里头曾经有各位介绍，这个地方就不多说了写得很潇洒，写得很自由，不受拘泥这个是行书，还有一点点草书好，那么看完故宫之后，进到第十六是忠烈祠，是对于中国历代的对国家有这个轰轰烈烈的表现的特别爱国的，都把他请到里面来，在这个地方设立的牌位那么在重要的节日里头，这个国家的行政严所就会来到里面去做
草啊，做献花啦，做祭拜啊，只是一个国家的礼节啊，那它是一个合院呢，合院那两边厢房前面是进来的门口，那啊，这是正式的宫殿，正式的宫殿呢，就是说那个忠烈啊，放着忠烈祠，那外面呢也是那个最末端啊，最外面是有牌楼。牌楼这几个字呢，是蒋中正先生所写的了啊。那么国家的场所啊，守卫兵站岗啊，这里啊应该也是看起来只有三个呢，但是照道理应该要有五间的啊，因为里面是忠烈，还不是皇帝，那么因此呢，按照规矩，那么只有一二三间忠烈嘛啊。他是成人起义，他本身呢不是皇帝，不是帝王，那一样啊，在这个交接的时候啊，都会有卫兵的这个表演，也是重要一种重要的仪式。那里面呢是雕梁画栋嘛，纪念这个民族烈士啊，在所使用的是重檐，是很典雅的中国建筑。那么这就到了。重要的节日啊，代表国家的元首、副元首，还有民主的是立法院的院长，那后面那个应该是行政院长和国防，那还有军人，接着忠烈啊，所以有军人啊，国防部部长什么也都会一起来啊，元首献花祭拜。总之这个忠烈祠到这里，但说到这个是我们跟我们离我们比较近的，是这是以中国为主的，那台湾呢曾经受过日本在这个地方经营过啊，在二次大战之前，那么日本人把这个地方当成他的国土一部分在经营了，是他们的殖民地，那于是在这个场所里头，在台湾这块土地有很多啊敬拜他们日本的天神教的一种啊庙宇，它好像是场所，他们称为神社。什么社嘛啊，社不是单一栋建筑物，它是一个园区。那么这个啊神社长这个样子啊，他们进口有。啊，一样的有牌楼，这个不过这个牌楼呢是这个日本人的牌楼，不是中国人的牌楼。那么日本人信奉的神都是一只一只，那么垂直的是一只，水平的一只，圆圆的，这样都代表他们的神，然后进入他们的神殿，神殿在末端，神殿呢这个是日本式的建筑。厚厚的屋顶，然后上面呢用木头把它撑着啊，使那个那些草啊不会飓风来的时候在屋顶的地方不会破掉。当然日本的建筑形式啊受了中国的影响，那特别是在长安的时候啊，唐朝他们学了长安的很多建筑形态，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会有看到的也是这种歇山。不过他们很特别的，就是说在进口的地方呢，啊，用山墙。那么刚刚那个博物纪念馆的那个很特别，又跟它不一样的改革，它是用整个掀起来的，好，做了整个园区。那一路下来的呢，它这个叫做靖国神社了。这个现在呢，常常啊引起在野党啊都。就是说这个还有世界是啊，是这个靖国神社呢，是他们这个日本人的神，日本人的忠烈祠，日本人的忠烈祠呢，但日本那些忠烈是二次大战的时候的那些
那些战犯，那些破坏世界和平、到处侵略的，所以这个世界各国对于他们的靖国神社，日本人现在是被限制的。他们如果他们到靖国神社来表示，他们又要恢复到他的军国主义，所以大家世界各国对这件事情呢都很反对。特别是台湾的人，如果到日本去到靖国神社，哇，那这个有党啊，这个像这个中国国民党就非常的愤慨。哇，这个不谈政治啊，不过稍微带一下。那么神社里头用的建筑形态呢是日本人的形态的啊，是没有瓦，但这个进口的地方就是日本特别的那个进口的一种只有他们才有的，在庙宇啊，在宫殿啊，都皇宫啊，都进口的这种形状的屋顶啊。那马是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啊，都会有放在门口。那么记得吗？我们以前还有一个叫白马寺，白马寺呢是日本，是一个印度的和尚啊，到唐朝传教的时候啊，用白色的马载了金过来，所以要纪念这个，所以有一只白色的马。那么日本的这个马是一种军事用途的马，马是战争的时候军人所骑的，雄壮威武，所以到这外面放的马也有这种崇尚军国的这个意思。然后日本的就这样带过，日本人神社在台湾很多啊，在苗栗啊，在凤山啊，在嘉义，通通都有。那么保存的很好的是圆山饭店后面的那个神社，不过大家都不太愿意去提它。那十八呢是那个十八王宫，这是巧合的，这十八是十八王宫，十八则。一加八等于九，那么是九宫啊。那么九宫呢是九王宫，九王宫呢是狗王宫，那是对于这个曾经在海上受难的主人，他们有一种忠心，然后把他们带回来，把他们救回来。结果狗啊自己啊就丧命了。这是为了要纪念他们的忠义精神呢，是特别为他们立一个祠来纪念他哦。那么可以看到后面它是原来是个庙哦，可是外面呢这个很多生意场所啊就搭了一些可以，它因为临的公路旁边没有办法有庙前广场。想必将来以前很早的时候是有的，那后来因为道路开挖经过没有办法，那么所以就没有庙前广场，可是人要活动，所以就搭了这个临时的建筑物那让人在里面可以做这个参拜前的一些动作。那外面很有意思，就是常见的有一些乡下地方有名的好吃的东西都会放在这个地方供人供旅客到北海岸这边来玩的人石门乡石门乡的人可以有一些甜甜嘴巴他们里面呢是就是那个是一个。刚开始是一个叫做也是坟墓，就是埋葬狗的，埋在那个十八王宫的坟墓。那旁边呢就有两只这个神兽神兽呢这事实上是狗的样子那好多人来香火鼎盛那后来呢后来因为
前面那个地方空间不够嘛，所以在后山的时候就建了一个好大的庙啊，然后把这个敬拜的这个狗啊，祭奠的狗做的很大很大的，好像菩萨一样，在佛教一样，好大的菩萨的一是敬拜的对象是狗啊哦。那十八王宫介绍到这个地方进入十九啊，那你不要压抑，这里既然是叫做天主堂，天主堂啊，我们在介绍台湾的宫庙说到了天主堂，不是因为特别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辅仁大学来宣扬天主教啊，它是因为它这个建筑形态啊，它用了中国宫殿的形式啊，所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呢来看一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它这是重檐，那上面这个是不是湖殿，叫做映山。映山啊，映山就是旁边是山的山墙，等一下会看到，那跟屋顶是齐齐的。那有一些宗教的空间在末端呢，它需要有一个高起来的天进来的地方，它做了一个四角的尖砖顶，四面垂的尖砖顶。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天主教的十字架的符号，那么这里也有希腊东正教的十字架符号。那这边是侧面，现在是侧面，那正面在另外一边。啊，正面在这种地方可以进来，它是仪式性的进行。它这个印山呢，也很特别的印山。看来它是平平，可是它这个屋顶又过来。是形状跑过来的，所以他很难说这个就叫做印山啊。那个山墙上啊，是画了耶稣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应该是十二个门徒啊，越画越多。这个画的大概也不是怎么顶什么考讲究的吧？哦，那啊，有趣的是这个地方啊，就很像那个早期基督教建筑啊，把那个 Basilica 那个两边斜的屋顶呢，因为要做高，它里面的光线太暗了，要从上面光线要进来，所以中央的部分跟旁边的地方脱开了，就有这个光线可以进来的地方，叫做 clerestory 啊，不是个啊。设计的时候也非常的讲究哦。那么这是进来的正面呢，因为那个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就是要有单一的轴向，focus 到末端呢，就是礼拜的地方是祭坛的地方，所以它是虽然受了环境的限制，进来是旁边的庭院，可是要绕到前面来，从这个地方进去啊。那里面呢，里面非常特别，我们又看到一二三上清中清下清啊，释迦牟尼佛、唯识利、文殊师利、普贤菩萨，这个在道教建筑、在佛教建筑里头、宫庙里头都有这种三尊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民俗的习惯呢，一下子脱离不了啊！就是让人进来的时候，看看这里也有三尊，那个三尊呢也没有说它就是佛教的三尊呢，道教的上清、中清、下清，不是，它是圣父、圣子、圣神，啊，这个三种神合成单一的神，叫做三一真神。哦，那中央的地方这里为什么会亮？因为刚刚从外面看了这里有一个高塔，末端有个高塔，末端的高塔呢，高塔有光线进来，说在这里会特别的亮啊，特别的亮。那么这是沿袭教堂里头这个采用天光的这种好的设计的方法那么在里面呢。也有圣父的样子，也有耶稣的样子，也有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呢，都把它画成
画成中国，着中国的服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跑出来一个第十三是什么？这个是，哎，入境随俗啊，这个要叫做宗教的本色化，就是用本土的文化来传宗教，这是一种方法。啊，那么他这个圣母亭啊，圣母亭是六角亭，六角亭啊里面呢，里面放了，而且在这个念圣母经里头，为了要帮助记忆哦，有分个五端，让人在念玫瑰经的时候，借这个故事可以知道的心念到什么样的地方。那礼拜一总共有四种变化，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各有不同的啊，在四种在里面轮流安排。那天主教到这个地方，而是那既然谈到这个叫做好像不是台湾传统的民俗宗教，那天主教不是，那么再过来介绍一下清真寺也是不是，回教不是，回教可是呢它是台湾的宗教的一种，那也有很多台比较少了哦，因为回教呢在中国历代呢是到了元朝的时候，在清朝过来变成他的密宗的信仰。那么民国的时候是孙中山先生说要破除迷信，虽然他是基督教徒，然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呢，他是所有的宗教通通不行，这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是要人民唯一的信仰。所以回教有点断层。那另外呢，在整个世界文明里头天主教是主流，基督教是主流，佛教是主流，反而是回教是被当成一种边陲的，而且近来这个回教都有一些恐怖行为，因此在人们的心中带有一点点阴影。那可是它是一个也是在台湾盛行的宗教，特别是现在南海南岛体系，就是中南半岛过来的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的菲律宾的这个中南半岛的移工，或者是跟我们台湾的人经商出海捕鱼结亲再带回来的，有很多都是新移民，那么是移工，然后他们结婚以后呢就产生了下一代呢基本上都有这个新移民的血统，那么另外他们的父母亲也都有回教的信仰，所以这个信仰会越来越被大家认识哦。那它的形式呢是我们在那个叫做拜占庭的时候有跟各位介绍哦，它最大的地方是一个圆的，后面的地方那照道理应该有四个圆的哦，那么现以场地的，那么有高高的塔。高高的塔是在诵念阿拉穆罕默德的这个古兰经用的，那先前在拜占庭那边就还有结构的插柱的这个作用，那到来到了异国，那能够有这样的场所都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哦。很多人回教徒在纪念日在平常都聚集在这个地方来。这个是那个拱顶下方的那个空间，来这里朝拜啊，那朝拜来听，这个地方是祭坛啊，这个地方祭坛，他们的神职人员呢，到这个地方宣讲道理哦，来主持那个仪式，
放的是电风扇的啊，古时候就很辛苦了啊，都很讲究，不是很讲究，但啊，如果再能做了冷气设备，那么空间会走样。上面这个地方就是安拉的另外的一个符号啊，符号。那这个呢是菱形，这菱形呢跟原住民的祖灵是非常像的，他就特别把它拉长了。说到这个的外面呢，更是清楚的看出来，更像跟原住民的祖灵是跟长得是一模一样。那很多人到节庆的时候就会到这个地方啊祭祀，他们穿着他们传统的衣服，女生们呢是要包头的，那头发不露出来，脸孔不露出来啊。但啊，时间到的时候，大家都要跪拜，跪拜是朝着麦加的方向跪拜。那这里很像极了原住民的祖灵啊。那好，那啊，因为他们来的晚，所以呢，这个教堂的空间呢，清真寺不够，于是他们会租用借用啊公共场合，像车站呐、啊，台北火车站的大厅啊，啊或者是228纪念馆里头的这个广场啊，来做一点聚集，做一点让他们为他们的啊大家聚集在一起交谊啦、敬拜啦啊，那么啊这边呢有一些表演。不是表演，就是一样的一些宗教的仪式。好，这是叫做清真寺回教啊，回教。那啊，回教因为没有形象，我没有办法剖出来他的安拉是长得什么样子。那他的最伟大的圣人先知呢，是叫穆罕默德，他们都是用这个符号来。用是这个符号来表示啊，来表示。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宇宙是神呢，就是宇宙所有东西的一切集合起来变成一个总体，那就是叫做安拉。所以让任何人都不是什么伟大，任何都不足以跟安拉相比。如果要来说的时候呢，那就只能用符号来。用文字来表现，我们这个稍微有印象，就有个 W， 这个有个 W， 那直直的一根，直直的一横绳呢，那么好，那回到这里来，我们看到那个 W 直直的一根，好，那也都是安拉的意思。那么这两个人是在那个叫做拜占庭，在那个。伊斯坦布尔的这个红色清真寺里面啊的两个符号，对不起，是蓝色清真寺，红色清真寺已经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没有啊，但有些地方还是有啊。那么啊，这个很重要的，在穆罕默德也有这个符号，那么在这个地方都。两横斜斜 W， 穆罕默德因为很受大家的尊敬，他们跟阿拉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是天使，他是先知，所以呢也有两横斜杠，然后中间有一个 W。 好，说到异教，那么异教的异端的信仰，这不能称为异端，我们要从各种角度来看，来观察，没有同理心来体会这所有的现象，那信仰是怎么回事。但在祈求爱情、祈求生意健康的时候呢，有一个中南半岛那边越南、泰国的佛教徒常常在拜的一种像，叫做四面佛。那么四面佛没有特别当然有，也有特别的宫庙。那么有的是在
临时搭起来的，在特别的节庆呢、搭起来，或者在建筑物的外面呢，就放了一个神像啊，让这个信徒啊来这边祈福，来这边求愿啊。那四面佛是这个佛的脸孔有四个面啊，那么这也是很神秘的啊，没有千手千眼啊，可是有那些意识。那这个年轻人，你看这么专心的来这里膜拜，看的是这边旁边的花，不敢看他啊。那有的啊，是真正的在一个小小的宫殿里头啊，来啊塑像，来让人家来敬拜。那好，这个谈到这个神呢、就有点神圣啊，有类似一种阴间的感觉。那我们来台湾谈谈台湾正式的阴间的宗教。那刚刚呢是四面佛，那这是城隍庙。城隍庙呢，城隍庙是在掌管地狱，人间跟地狱之间的这种庙，叫城隍庙。那城隍庙呢，在左营的地方有，在凤山的地方有，但这是古时候清朝的，叫做凤翼，就是凤的，叫做凤山的这个县，称为凤翼。那么在左营那个地方这个顶是绿色的、蓝色的，就是说这跟阴间有关、跟死亡有关的所做的屋顶，像中正纪念堂上面的屋顶啊，像那个忠烈祠过去的人的屋顶啊，还有中国大陆的中山陵上面的那个建筑物的顶都是绿色的。里面的供奉的是那个城隍啊，城隍爷是管这个死亡的事情啊。那在左营这个是比较正式。那么这个在凤山也有，那现在的高雄市的凤山区以前是凤山镇曾经是凤山市，那现在呢变成一个区那这个地方就用了红色的，它不是那个用死亡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它除了一个庙以外，旁边还有一个最后我们要介绍的一个书院，这凤山凤仪书院的，所以整个要调和在一起，这里就没有用绿色了那里面呢是管阴间的城隍爷，城隍爷是还管谁？管所有的土地公的这个任派。土地公我们先前有说过，他是在世的时候有良好的行为，不至于要进到忠烈祠那么神圣的地方，他们也不能成为神仙。可是呢，他要是后世的人的尊重，那么这个城隍爷就会按照他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所做的好事给他计算。然后都把它分派到各地去，让人家供奉，所以当地的那个土地公庙叫做福德正神名称叫做福德正神，他有福，他有德，他因此他在享福，他是一个位阶不是很高，高到要什么上天堂的那种神当然叫成为福德正神。那城隍也是来管这个的。那城隍就是说土地公更高级一点的，可以升到
称王。他如果啊保国佑民呢、啊、在当地啊又有轰轰烈烈的表现啊，那这个还有天算啊，再算算啊，还有升级，这道教的系统，道教的神仙呢是可以这样一直升一直升的，那么像民间的这个官场一样啊，那非常有意思。凤山的这个城隍庙，一进门的地方就看到写了三个字是总有一天等到你啊，你好事做得差不多，坏事做尽了，终于你来了，小心一点啊。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匾子的啊。那里面城隍也帮城隍开路的，所谓的有这个黑白无常啊，就是不是七爷八爷啊，这是一个宋将军，一个是云将白啊杨将军啊。哦，那啊，那个吐的舌头，吐的舌头表示他是死掉的意思啊，是上吊，听说上吊啊，快要节气的时候，舌头啊就会吐出来，啊，那乃至黑白无常，那个人过世的时候呢，啊，这个城隍爷啊。就会在管地狱的，就会派他的御史啊来把他抓走啊，把他抓走啊。那啊，以上是各式各样的宗教啊。那台湾呐、啊，真是各式各样的信仰都有，真是你无所不信啊！你这样一路听下来，什么都信。什么都有人信，什么什么活动都有。于是他的这个宫庙特殊，那是公家的设的，让大众来祭拜的这个庙。那私人的有两种，他有会自己设道教的坛，那第24种，等一下他会设那个自己佛教的坛，那佛教那个称为佛堂。那道教啊，是我们谈，因为他的技法啊，就是所以啊，好像有一个台一样。那这是23的神坛，那么神坛呢啊，也是就是道教的神祇啊，道教的神祇是啊，来保护他们家。就这样的这个规格，这个规格就是他的亲朋好友他自己啊，都在这个地方做的这种朝拜的工作。这是南坛大众爷宫啊，说到大众爷就是很多鬼集在一起，大众宫啊，大众宫就是啊，没有被封为土地公啊，他没有庙可以被拜的，可是他这样啊也有一些修为，所以呢都把它收集在一起，称为大众宫、大众爷。大众爷啊，就是孤魂野鬼，不过他是神仙，他把它收在一起，来让大家来啊对他表示意思。那这是神，日本的神坛啊，日本在民间呢、啊，他们也啊自己会设。台湾比较少见，但啊，最后倒数第二个是佛堂。除了到庙宇里头做那些敬拜以外呢，虔诚呢，在啊把那个哦，道教是这样，会把那个神像请回来，会把庙里的神像请回来啊，跟关帝爷啦、祝生娘娘啊，这个想要生小孩就把祝生娘娘请回家，那么想要升官发财就把关帝爷请回来，那么请要有这个啊一贯道，要有啊神仙神灵跟他同在啊，就会把济公活佛请过来啊。那么这那事实是道法的一个系统。那佛堂呢啊，主要是哎，这是一贯道的佛堂。弥勒祖师
观世音，而这边呢，这个造像呢，就是济公活佛啊。济公活佛是他的一贯道的始祖啊，跟前世今生啊，跟济公啊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是转世而来。他最早的时候在清末明初呢，他叫做当天张天然啊，是最大最先前的这个创教祖师。那么他的夫人呢，叫做叶慧菩萨，名字我不知道。那么他是属于太阳，他是月亮啊，他的夫人是月亮。那么月亮是观世音，观世音，所以呢，在旁边呢就有观世音。那中间这是弥勒祖师啊，前面有介绍过，这是啊最早的过去佛是叫做南燃灯古佛。那么过去佛啊是释迦牟尼佛，未来呢要收缘的佛叫做弥勒祖师。那么一般人都拜的那弥勒佛，那么在一贯道里头，那是非常神圣的一个祖师。好，那佛教他自己有那个侍奉神。刚刚那个中台禅寺这个符号啊，这个开窗法呢，就是佛教这个呢啊菩萨后面的那个发亮的瓶啊是这个形状，所以李祖原先生把它拿去当成开口啊。那佛啊，这也是属于是佛教的啊，但佛教呢，它也放了弥勒祖师在这个地方。那也有中国的那个神仙啊，神仙呢、啊，这个福禄寿仙呢、啊，总啊，那拜的人想要祈求什么，就把什么样的神呢、啊、放在自己的家中。啊、最后啊，我们来介绍啊，除了拜拜以外啊，有一种信仰的场所。这是祈求功名的场所，他们啊，在还现在还遗留了一个遗址，这是在凤山的城隍庙旁边的有一个园区，有建筑物，有广场。那么它呢，它是叫做凤仪书院。那么整个是这样子啊，大致看一下。那么前面呢是照壁，人走在外面呢、啊，人走在外面这啊，这是那个外面的空间。那么旁边呢都是要用围墙围起来，有他自己的啊界限。那么、啊、有一个、啊、好大的画面呢，让人走在外面可以知道这里面是一个啊学堂。那么学堂，哎、啊，我们说孔庙那个轰门呢、啊。也是学堂的意思哦。那么啊，这样一般的中国的民居的啊开口的形状，就是进来的时候要从东南角这边进来。东南角这里呢啊不能直接进来啊，要从东南角拐弯抹角休息一下啊，有一个亭子，那么再从这个地方进来，进到前面的前院。进到前面呢，有一个啊头门，头门是进到后面学堂，还有他的厅室，还有他的寺院啊的一个进来的门。好的啊，进来我就是高高中间的比较高，旁边的比较低的啊，经过啊里门一路进到里面来，里面来就啊。进到里面来的时候，就是人聚集的地方。那么再过来呢，有一次啊，讲堂是教书的地方。好，那么、到后面呢是有啊评判的地方，办公的地方。那么啊，读书人呢啊记住的地方就是啊学社，那不是一般的人才能啊都可以住。那么为了要来考试啊，从北部来的，从南部来的，到这个地方呢，可以暂时啊居住。那后面啊是
其实是神庙，是文魁，文魁啊，这个文昌帝君的庙，一直是文人嘛，文人的场所。那真正的考试的时候，在乡试的时候呢，要跟这些空间做隔离。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是试院。他我们现在有中央政府有考试院，那么在这地方就先地方试一试，乡试啊 OK 了，那么就送到哪？送到福建，福建再经过一个考试呢，再往北京去，是中央去考试，这样三级制。好，那么他呢，的建筑物是这样啊，这个地方是讲堂，后面是议事厅啊，这个地方呢是文昌帝君的中殿，是旁边的神庙啊。但跑到这边来，这边是叫做寺院啊。但他只做了中央的这一部分，中央的这一部分呢。那么前面的这部分是这个样子啊。那刚刚那个描写是后面的这一部分啊，旁边看到的这个就是城隍庙，是城隍庙要跟它在一起，所以呢，它没有用蓝色的顶。那这个接着来进，这是照壁啊，我们走着放大了。然后要进来的地方，这里只能看见，不能走进去。到边这里有空间呢，可以再转个弯，是拐弯抹角的进来跑到凤云书院的外庭来好，那大师的配置是这个样子啊。那么现在呢，有一些文创的动作啊，在里面呢做了公仔来说当时这个清朝的。这里面的盛世啊，这里要打扮的是清朝人啊，这前面头发剃光啊，绑着戒指啊，那么官员出行的时候敲锣打鼓呢，前面有一个叫做要人保持肃静，然后人保持不要在那里拥挤啊，保持回避啊，这个当时的这个阶级，那么这个肃静回避，那么讲堂是。老师在这里教书，那旁边呢坐着学生，在读书啊。那有的还在打瞌睡啊，这非常的有趣啊。有助教，有老古董啊。好，那里头敬拜的是文昌帝君，文昌祠啊。我们在赤坎楼的地方有说到，都是祭奉文昌帝君哦。文昌帝君是上面的神仙。孔子还是至圣先师而已，这里头管的是神啊，是所以呢，他请来的是文昌帝君，是文魁啊。但记住啊，以上呢，我们把那个前半段介绍十二个台湾宗教信仰、民俗信仰的供养，后半段有十三个这八大啊。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忠烈祠，那么还有不同的宗教，一贯道在前面，回教连那个天主教都跟我们的宫庙有密切的关联非常的多。那么我们说呢，这个中国大陆非常特别，就是世界的文明有先前说过有这十二种。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么有一种一开始就认为什么通通都没有的这个古印度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文明，那在中国呢正好跟它相反，就西方文明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中国呢一开始它什么通通都知道，而且它承认它什么都有，这是中华全有。那台湾呢更有趣的，台湾把这个世界各地该有的它通通都有，那所以这个信仰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信仰的活动很多种。
真是一个叫做信仰的大龙女。最有趣的代表就是那个日月潭，日月潭呢，连原住民的宗教啊，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得见，就是它在最显眼的地位，那个是在日月潭的中央，叫拿鲁岛啊，敬拜祖灵的那个岛啊。那么台湾是非常的非常有趣，它是几乎可以说是神仙岛啦。他们称它美丽岛、佛摩萨，这个还不够，它根本就是众仙云集的。对，日月潭众仙云集的，在这个地方与人们同在的一个岛，这台湾是个神仙岛。那啊，西方的这个12种文明的符号这样子说，那么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那这些它通通都有。那以前说过，这样不说了。诸子百家，诸的子，12个子。百的家，100，12种家啊，所以这个地方有12，由春秋战国的那个诸子百家再提醒一遍，像儒家、名家、阴阳道法、墨小说家、杨朱斌、杂纵横一家跟农家什么都有，通通都有。那么中国古典的建筑也都什么通通都有。不是，这是原则，它通通都有最后呢，台湾的宫庙建筑在这个地方，上段、下段这个地方结束。谢谢你耐心的陪着我来看这些各位你的热心呢跟你的专注，让担任老师的我感到非常的感动，还有非常的欣赏，也非常的谢谢。好，那这部分到这里。那么下一个单元呢，最后一堂下个礼拜呢，跟你一起来分享佛教殿主的佛教，针对佛教，然后还有日本的这个宫庙建筑。但最后有一个总结，就是我们这一堂课因为怎么样来看建筑，怎么样来看宗教，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再见，谢谢。